来看这边了，等下三角形，等下三角形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因为他们两个叫全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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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得懂？等下三角形，等下三角形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叫全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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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模一样，双胞胎了，全等，全等，懂不懂？懂哈？啊，那我请问你，他告诉你这里是七十，啊，我是等下三角形啊，啊，所以我下面两个一样啊，听得懂？啊，这块就是这一块啊，啊，所以这里耶，七十这里耶，七十啊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，会了哈，那我现在要把这两个毁掉咯，我要毁掉咯，我要把它毁掉咯，注意看咯，注意看咯，我把它毁掉了。我现在呢，麻烦你看这里，它这里又突然画一条虚线出来了，看得懂看不懂？看得懂哈。那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了，这是什么形？对，因为这个边边就是这个边边嘛，刚刚两个不是一模一样，听得懂？啊，那我请问你这里多少？140、140、140、180减掉它还有40，40你一半，我一半，所以这里20，那恭喜你了，再把它刚刚那个找回来。那我问你刚刚这里是多少？啊，这里已经20，那这里呢？不就算出来50了？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会的话，是算是要怎么写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写。来，先把底下那一块画出来。对。好，先把底下画出来，所以这里等于就斜了，140。再来这个角怎么算？减完40，可是要分两边，所以除以2，所以等于20。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会了哈，好，再用原本的什么70去减，再用70去减什么20啦，所以答案等于50，算出来了，照着写就好了。好，翻面，我在学校教过，我要换。来，重点写上去。来，这里写上去，这个叫顶角。这两个叫底角。好，这个地方写上去，这个叫腰。好。这个东西叫腰，所以叫等腰。好了，确定好了。好，再来我画一个箭头，写上去，做一件事情。对折，对，多了一点叫拆，拆多了一点，多了一个小零件，那个叫拆，拆零件，懂哈？所以对折，来跟我讲，对折出现什么？对折，你把它对折，对折，对折，出现什么？出现直角三角。对，出现直角三角形。好，对折就变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了。好，对折，对折会出现直角三角形，直角三角形。再来，再来。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对折之后是不是有这条线跑出来了？啊，所以这里是垂直，这个是直角三角形，这边也是直角。画上去。啊，那我请问你，你有发现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三角形是吗？对，高，高就出现了。
高写上去，好，对折就是两边就变直角三角形，哎，刚好就是出现高了，会不会了？而且注意听哦，第三个，这一条线也是对称走，也是对称走。我待会再跟你讲国中出哪一题。再来，这一条呢？他把上面那个角分各分一半，你把它对折起来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会不会一样啦？会不会？啊，所以本来的顶角，本来的顶角就会被切一半，切一半，切一半，所以这个叫做顶角的角平分线。这条线有很多名称，国中就出过这一题了，请问你？对折之后什么线？对折之后的这一条线它有四个身份，它是对称走啊，也是原来的高啊，也是什么顶角切一半的角平分线，会不会了啊？所以呢，再写上去，中垂线。真的、哦，我已经忘光光了，只有一二三四四个特征。来，内角和你到底会不会算？如果三角形你们学过没？学过。三角形这三个角几度？180。你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所以就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学，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学校是叫你们把这里撕掉，然后拿一个量角去，然后再拼上，然后把这三个拼在一起。哦。有没有？还记不记得？还记不记得三角形180度？三角形180度是实验出来的，是量出来的，懂不懂？懂。听得懂？懂。懂了。那所以记起来，哎，180度又叫做平角，平的嘛，所以又叫做平角，会不会了？那四边形了，你干嘛动笔？我跟你讲，不急。好。听会你才能教人家，可怜。来，这是几边形？四边形。那四边形有四个角啊。365。那你觉得这四个角几度？366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正方形还是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两个正方形。我们两个正方形。两个正方形。哪有两个？你要切一三还是切二四？好，我把二四切开，所以二被你切两部分了。好，二的一部分，二的两部分。四也被你切成四的一部分，哎，两部分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那请问你，那你觉得这三个呢？合起来180。你觉得这三个合起来？180。啊，这三个呢？180。啊，那请问你那全部加起来呢？二跟四就，那你把全部加起来都是二又回去合在一起了，四又合在一起了。听得懂？懂。所以四边形几度？360。会不会了？会。真的会？会。真的会哈、哦？所以你要记起来，当你切完之后三个角都是刚刚要算的角。听得懂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切哦，你不能像我这样子切哦。好，画的一模一样好了。好，再看这边，你不能这样子切哦。哦，老师，我切这边，然后切这边，可是有四个三角形哎。不行，要重复。我会多算哪里？我会多算这里。
我会多算这里，我会多算这一个，我会多算这个，会不会了？懂不懂？所以不能乱切，懂不懂？懂。真的懂。你切完的角，切完的角组合回去一定都是原来要的角，懂不懂了？那五边形怎么切？好，哦，每次画这个就会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想到超人，超人胸口那个不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超人的符号吗？好，超人最怕什么？克星，克星球，克星。克元素，克星球，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地球，就是他们自己的，哎，他那一颗是他自己的星球的那个土壤，克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克真的在我们的元素表，你上国中会学到化学的元素表吗？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的吼，对啊，真的，好，对，好，啊，这种东西，我这种东西，它其实它是气体，哎，它是气体，对啊。所以它上面是这个部首啊，所以这那科学家研究它根本就不可能变成矿石，对，在地球不可能是存在矿石的形式在，对啊，是那个可能就到点了，啊，没有那样很大的能量才有办法让它变成是一颗陨石，就是一颗宝石这样子，很难。好，来五边形好了没？好了没啦？好了没？五边形怎么切？缺对，所以记起来，但你再切一样，固定一点切，固定一点切出去，固定一点切出去，切出去。那当你切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要的这三个角，这个角有没有在你要的五边形的其中一个里面？是五这个角里面的一部分嘞？会不会？再来这个角呢？哎，再换四五六。所以五这个角是不是在这个里面？是不是在这里面？会不会了？啊，六也在这里面呢，会不会了？再来七八九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你就发现你全部组合在一起，全部组合在一起，不就是你全部要的五个角？会不会了？会。所以记住，一定要固定一点切，固定一点切，到底你在记啦？有。真的有？有。那请问你了，来，四边形。切成几块三角形？两块。切成两块，所以要剪掉，是不是剪掉就是两块？那五边形可以切成三块，切成三块，所以也是要剪二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你只要剪二就知道它是几块三角形拼成的，听得懂？那请问七边形几块？五块。是五块三角形拼成的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那请问你，那十一边形呢？九块，会不会了？确定会？确定会？会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内角呢，你就学会了切三角形，找几块拼起来，啊，每一块180，每一块180，所以就是切成三角形，每一块180。那切三角形怎么算？减二。对，减二乘180。会不会了？所以内角和就是减二乘180，对吧？减二乘180，减二乘180，减二乘180，会不会了？内角和减二乘180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？那请问你，那减二是什么意思？找出几块三角形拼成的，找出几块三角形拼成五边形，会不会了？真的会了。会好，好，再来，啊，乱七八糟，大家同学，好，我再来要教第五页三角形有没有？有哈，好，那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了，这三个角加起来多少？所以一二三，角一、角二、角三加起来等于180，叫做什么？里面的啊，所以叫内角和，你又加起来，所以叫内角和，写上。好，再来，我把外角画出来给你看咯。外角你们都会乱画一通。怎么画外角？
你就记起来，随便你从边边的哪一个地方开始走走走走走到底没路了，往前看，前看没有路的时候就要转啊，啊头转身体就转啊，所以这里叫外脚，晃，好，那转回来又有路了，对不对？继续走走走走走到底，往前看没有路了，头转身体跟着转，这个叫外脚。好，把外脚画出来。好，那转过来又有路了，又一直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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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底之后又没路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再转头转身体，这个就是外脚。会不会画外脚了？啊，你们画外脚有时候会乱画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们会这样子画，然后呢这样子画，然后呢这样子画。其实没有错，可是看起来就是怪怪的啦，所以我都会顺时针走一圈慢慢找，要不然就是逆时针走一圈慢慢找，听得懂吗？懂好、啊、你们有时候这样子的话、哦、拉长拉长拉长，其实也没有错啦，因为你这里拉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脚跟这个脚是一样的，叫对顶脚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，可是这样看起来比较顺眼啦、啊、会不会了？会不会转过来，再转过来，再转过？这里画错了，没有，对，这里来，再转过来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会哈。那我请问你了，来看这边，这里叫做四五六。好，那请问你，一二三四五六全部加起来，我你怎么知道？乱讲。一二三四五六哪是三百六？一跟四加起来刚好一直线呢，一跟四加起来刚好一直线一百八呢，哎，二跟五加起来又一直线又一百八呢，哎，三跟六加起来又一直线一百八呢，所以总共是五百四嘛。那我问你，这两个扣掉之后呢？我问你，五百四比这个一百八多多少？是多三百六？啊，是多了哪些出来？多了。四五六才会多了五百四，所以你减掉之后呢？四五六总共多少？三百六，对，会了吗？会了哈，所以这个叫外脚合，写上。好了没？我擦了。来，第二题，我看一下。来，跟我一起编号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顺时针，逆时针写，不要跳来跳去的。一二三四，写好了吗？好，请问你这四个角加起来几度？三百六，叫什么？对，内角和，写上。好，啊，其实是有方法算的哦，你早就已经背起来了。三角形一百八，三角形一百八，四边形三百六，四边形三百六，四边形三百六，五边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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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开头五开头就五百四。会不会？那六边形六边形呢？七百二，会不会？所以三角形一百八，三角形一百八，四边形太慢没背熟。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个角加起来一百八，四边形四个角加起来三百六，五边形五个角加起来五百四，所以三角形、四边形、五边形、四边形、五边形，谁在给我讲七百二的？五边形，五边形五就五百四啊，五边形。四边形、五边形、四边形、三角形、四边形、三角形，不要用错，懂不懂？不要用错哦。上次那个君老师有教过你要切开嘛？还记不记得？还记不记得啊？所以这个三百六记起来，这三百六怎么算出来的？注意看喽，就是四减二，减完二之后还是二，所以就是它是两个三角形拼起来的，懂不懂？减二减二就是找几个三角形拼起来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你就想象它有两块三角形嘛，
啊，这里一块，这里一块，拼起来就变四边形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懂齁？啊，所以呢，再乘每一个三角形是180，这样子算出来的，写上。减二乘一百八，减二乘一百八，减二乘一百八，背熟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画外角，你会哦？你会画吗？你会画吗？来，从这里开始走，从这里开始走，来，从这里开始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走到底，往前看没有路了，所以头又要转了，头转身体就跟着转，所以转弯了，所以转弯转外角，所以第一个外角出现了，会哈、哦，叫五，画，再来。啊，转过来又有路了，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底，往前看没有路了，所以头就要转，身体就跟着转。第二个外角出现了，累哦。好，找到路了，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底，往前看没有路了，就要转弯了，就要转了，所以这是七。好了吗？好了哦，好，再来最后一个八。来，总共几度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总共几度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总共多少？一直线18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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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共有四条直线呢、啊。180乘以4，所以等于720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这四个叫做什么角？内角和。那我问你，那后面这四个呢？外角和。啊，所以勒，你内角和多少？这里这样算啊？360，那你觉得这里多少？720减360，所以还是360，写上。所以来填空格，四边形是几个三角形拼起来的组合的，两个二写上去。所以内角和几度？哎，三角形一个180，两个不就360，写上去360。好，再写一个等于，再写一个等于，下面再写一个等于。那外角和呢？写上去，外角和多少？360，对。来看这边，我演给你看。来，注意看了。来，举例子，这里如果有一个三角形，这里有一个三角形哦。你注意看，我走走走走走走，我走到底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往前看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都只有看一个地方嘛，往前看而已啊。可是我走到底没有路了、啊，所以我是要转弯了，这里才有路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要转弯的时候，我就要开始找路啊。所以你注意看我的视线，我的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扫过来，扫过来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，看到你了，哎，看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我都已经看过了，这些你们这些人我都看过了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我再走走走走走走，我现在只有看前方而已哦，你们这边都还没有看哦。啊，我走到底之后是又没路了，我是不是要转弯了？这里才有路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要开始从这边一直看过来，又看到你们，又看到你们，又看到你们，又看到你了，又看到你，是不是找到这条路了？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底之后呢？我这边是不是都看过了？啊，所以我请问你了，从这边到这边，我是不是你们都看过了？我是不是这边还没有看？啊、可是到这里之后呢，我到这里之后呢，你注意看了，又没有路了，我是不是要找路回来了？原来路在这边了，所以我又从这边这样转回来，又看回来同一个地方，又看回来这里了。那请问你了，跟我站在这个地方，一开始看这里，这样转一圈，看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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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看到他了，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所以跟原地转一圈其实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转几度？360度，听得懂了？那四边形呢？一样也是360度写上去，来填空格。好，五边形是几个三角形组合？三个，所以内角和
540，那外角还再写一个等于，外角和多少？外角和多少？360，对，你转一圈。好，下一题，第四题，六边形是几个三角形组合？四个，写上去。所以呢，四个180，所以等于720。720，好，再写一个等于，外角和几度？360，所以记起来，外角和外角和写上去，下面有印着，外角和等于转一圈，原地转一圈，外角和等于原地转一圈等于360度。我还不要这样子慢慢算给你看啊，任命写。来，第三题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外角自己画。好，收工。好，第六题自己证明看看。好，那你教同学，你会教他死背起来，还是跟他解释为什么？意思，请问你，我为什么要减二？我在找什么？减二在找什么？对，找三角形，几块三角形拼成六边形。好，每一题我都算给你看了，所以有没有都一样360？有没有都360？